没经过三期试验的高端联雅疫苗到底谁敢打？教育部6月22号发函给各大专院校，要求教职员表态打不打疫苗，重点是不能选厂牌。教师们心惊胆战，难道自己会成为国产疫苗的白老鼠名单？教师未来就变成了国产疫苗的人体试验机，没办法让他理解，也没办法让他接受的。立法院也收到公文，说有意愿接种疫苗的立委助理可以造册，却也备注不能选疫苗的厂牌。大家也都很怕，就是说会不会被强迫去接种国产疫苗？新阶段来讲，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我怎么能打？九塔大魔王入侵台湾，教师们眼看疫苗造册，填了怕当白老鼠，不填又怕被排除在公费疫苗的名单外。难道不想死翘翘，就得被逼打联雅和高端？这就是让老师左右为难，非常的土匪，不应该这么做。我只要做了疫苗，我说这个是新冠疫苗，那你就要打，有这种事吗？有发文哈，做一些准备，对于有意愿的人进行造册哈，这是一个预先的准备。预先造册准备，为何要注明不能选厂牌？蔡总统说会带头打国产，民众买不买单？他说他要把手臂留给国产。哎呀，那个是不是他的手臂也不知道嘞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摄影起来，谁的手臂都有可能啊。我们也不能证实说那一块肉是他的、啊。蔡英文政府太会作假了。问题是10000万剂的国产疫苗，政府已经签约买了，到底哪些人得消化联雅高端？当各机关被政府要求造册，还说不给选厂牌，人人都怕瞬间就登上国产疫苗的白老鼠名单。记者林希宪、陈静怡台北曾报道。